实物的，就是现在我们要完整了，注意看这一张啊。好，所以你要有个概念，等一下我们到底是抽什么，上层是什么，下层有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把细胞壁打破，这个打破等一下我们要用机械力，机械力就是用剪刀。好，我们刚才用剪刀先剪，所以等一下你们一进去的时候，放到哪个锅，那个放进去的时候，哈、哦，我们再先放，不用放那么多，大概这样子就好了。开始剪，你就开始来，稍微剪碎一点，开始剪。好，请问这样会不会把细胞壁打破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它只是剪碎而已啊。好，先剪剪，我剪我剪我剪啊、哦、剪，那剪到大概有一个碎状，一粒一粒的，好、哦，一粒一粒的。这时候我们要用做什么动作？还有另外一个机械力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对啊，这个不要，一直这样敲我，不要哦。好、哦，我们等一下做什么？要怎么做呢？磨，所以叫研磨啊，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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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、哦，那我为什么挑这两种植物？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植物很好，它的细胞壁比较薄，比较好萃取出来。今天早上我试用这一个，然后把那个菊花的叶子塞下，我尝试想要把这个叶子的 DNA 把它萃取出来，后来你发现知道怎么是吗？失败。好、哦，因为它里面细胞壁很硬。好，我怎么搅都没有用，好，我怎么搅？所以其实像各位知道有那个现在不是流行那个贵夫人研磨机有没有？那个就有可能了，那个就有办法，但是这个就没办法。好，那但是这个你手动就可以了，好，这个你手动就可以了，好，然后磨磨磨哈，然后磨一磨，慢慢的你会把，哦，因为这边换来换去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哎对，那个看啊，这个看这边好了，好。那你就把细胞看两边了哈、哦，那第一个你就把细胞壁打破了，啪，什么东上面来等什么，全部都散出来了。好，在这散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不一定它这个会散出来，它会有一颗一颗的膜状，一颗一颗的细胞膜出来了。好，细胞膜，所以我们还第二个阶段要把细胞膜打破，然后呢还要把细胞核膜打破。好，细胞核膜打破，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叫做萃取液。好，这个萃取液等一下讲义，现在慢慢画下去。我们有萃取液，主要是有两个，这个叫两 M 的 NaCl，NaCl 是什么？其实就是食盐水，好，就是食盐水。然后它是两 M， 它有个浓度的，哈、哦，浓度的哈、哦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界面活性剂，其实就是清洁剂，好，清洁剂。所以待会你们磨完了，那你要有一个人拿你的量桶，好，量桶过来，然后边看讲义哦。我现在开始在慢慢看，带你们做这个哦。讲义过来啊，边看讲义。好，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水这放在这里，好，你就先到27 mL cc。就是这里面都有那个是有那个标志哈，到27，我看你的讲义哦，我现在带你们步骤了，27 mCl， 然后再抽这个大概3 mL， 好，这里面也有那个标志了，大概3 mL到满这里，抽起来，然后从中间放进去，抽进去，放进去，好。然后你可以用那个，你那边不是有那个什么筷子？我这边是拨棒，好，稍微好把它搅拌，好。那如果或许你不要搅拌，你就按着稍微摇一摇，好，让它两个充分的混摇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是一个萃取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，好，它可以。把我们的细胞膜打破，清洁剂，它是个界面活性剂，它可以把水的表面张力跟油的表面张力、脂肪的表面张力把它破坏掉。所以这时候刚开始我们用机械力只是把细胞壁打破而已，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细胞膜打破，还有核膜打破掉。但是打破掉它是散散的，我刚刚讲像面条，对不对？它过去一条一条一条，那这时候这里面的萃取液里面有 NaCl， 食盐水它里面有 Na 正，那这个正，因为我们在 DNA 里面有一个 PO3 PO3 负，有个磷酸根负的，然后正负相吸，所以那个食盐水里面的 Na 正的钠离子就会把那个 DNA 把它给纠结在一起，纠成一团。你们有没有看你这个刚刚有没有传过去，你会发现上面的皮蒂是一团，为什么？因为 NaCl， 因为食盐的作用让它一团，好，让它一团。好，所以你大概有一个概念，我们做这个，我们怎么可以把植物的哦这么藏在细胞里面这么深层的 DNA 把它打破，把它戳出来呢？好，就是透过干膜，哦，膜细胞壁想办法啊，哦。那在磨到什么状况呢？尽量就在像那个，你们有去吃，有像吃蛙桂啊，吃面啊，然后它不是有那个蒜头的碎状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好，哦，蒜头末，好，哦，蒜头末那样子的一个状态。好，哦，那你先这个样子，你先已经磨剪碎了磨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有没有咬东西？是不是需要口水？所以你这个完了以后，先慢慢加一点进去，然后再磨，然后再慢慢加，磨，这样比较好磨。磨到已经很碎了，你再把慢慢全部加进去。好，慢慢加进去，所以这个要慢慢加哦，慢慢磨。然后一开始不要啪一下下去了，如果一趟下去的话，你非常难磨，因为水分太多了。好，哦，你要锤裂的锤磨，再锤磨。好，哦，所以你一定要先一点点，然后磨到很碎，然后再来那一点点，最后全部下去。好，最后我们也已经倒进去了，然后我们的 NaCl，好，哦，我们的界面活性剂、清洁剂也开始在作用了，所以里面就是什么都打破了，好，哦，什么都打破，什么都出来了。好，哦，那这时候因为里面有很多细胞壁，好，哦，有很多杂比较分子量比较重的东西，好，哦，比较物质比较大的东西哈，哦，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过滤。过来接下来步骤，我们就必须要用纱布，这是四层的纱布，好，哦，四层的纱布。那这个要怎么来萃取呢？因为我这边是玻璃的，你们看你们的桌子上是什么？纸杯。好，哦，因为很多小朋友，好，哦，所以我没有给你们这个。好，哦，你用纸杯。那你要怎么萃取呢？好，哦，先，那我们这个是磨碗啊，啊，哦，是磨碗啊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然后我们也都倒碗啊，好，哦，那已经有点像那个蒜头的碎末这样的感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大分子先把它萃取掉。那萃取掉，你就先用这个哈，哦，放上去，洞，让它凹一个洞，好，哦。然后一般我们会，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动作，一个人先抓住那个边缘，但是注意一定要一个洞哦，好，哦，抓住一个边缘。然后一个人慢慢的就是把你的萃取液，好，碎末啦，还有刚刚我们的 NaCl 清洁剂，倒进去，好，全部倒完以后，请你把它包起来。当然可以不用全部下去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下去也可以哈。然后再把它给捏出来，好，捏进去，好，全部完了。接下来这个是已经把大分子的，好，哦，把大分子的滤掉了，啊，这样就出来了吗？没啦，没有，它，啊，现在还是混在一起，哦，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，叫做加酒精，好，哦，加酒精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 NaCl 都是冰的，然后我们酒精也是冰的，哦，边看你们的步骤，哦，都是冰的，为什么要冰的？因为我们在细胞里面有一些酵素，哦，它会把我们 DNA 给分解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降低，把温度降低，哦，它就不会分解掉，所以大部分都用冰的，好，哦，冰的，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了？然后你们看看你们有多少人，好，哦，一个人一个
样品瓶，好，样品瓶。然后你们是不是也有吸管？看一下 ，check 一下。好，也有吸管，别 check 哦，啊，有吸管。然后把你的这个一个过滤液抽出来，倒在每一瓶，大概倒，先倒，请倒先三分之一。好，边看讲义哦，我边讲，倒三分之一就好了。为什么但是倒三分之一？因为剩下三分之二要倒冰酒精。好，每一个都倒完了、啊、如果六个人就六瓶，五个人五瓶，全部倒完了、啊、那倒完了接下来我们你请你过来我这边好、哦、然后我会倒冰酒精给你，好、哦、这待会都会用好、哦、冰酒精给你，然后你就把一样抽起来，请慢慢从岩壁放着冰酒精下去，慢慢把它倒满，盖起来放着，你又慢慢看，哎呦，气泡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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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就一坨都出来了。哦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旅程，我们的生命抽取出来，哦，它有它的乐趣在，好、哦，它的乐趣在。好、哦，当然，你可以把我这些讲义哦，可以让你去画的，好、哦，你可以在接下来，好、哦，你可以把它画出来，怎么样？好、哦，你可以把生命创作图把它画下来。好，把它画出来。然后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的心得感想是怎么样？有没有跟了刚刚那个小金金的冒险记一样？好、哦，那么的艰辛呢？好、哦，其实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奋斗史。好、哦，一个奋斗史，不管是从整个族群或是个人的生命而言，好、哦，都是非常非常要有奋斗。那我们其实从这个过程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好、哦，生命的旅程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也是把生命就直接在你眼前把它给抽出来。好，一般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教具的动手做，还不是实际的东西，看不感觉不像贼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从有生命的这些所谓的生物体把它的 DNA 抽出来，哎，那个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咯。好，那你就放着，好，放着。那以后这个是给你们带回家的，带回家的。那你怎么去保存？好，跟大家讲一个，回去以后，你制作一个70%的酒精，70%的酒精，然后把上面那一坨给抽出来、勾出来放进去，然后它就可以保存很久了。啊、哦，它就保存很久了。但是你在做的时候，请你要，我们等一下要，我们每一组会发这一个，好，然后你一定要写，好，譬如说是洋葱。第一排写洋葱 DNA， 啊，第二排写日期2014十月四号，然后下面写中央大学，然后名字，好，把它贴起来。那这个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独有的 DNA 创作，好、哦、DNA， 然后你就每天，对，然后回去，好、哦，即使你还没把它冰到70%的酒精，可以把它放在冰箱，不是冰冻的哦，好、哦，是冰箱的。冷藏那一个不是冷冻的哦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它会越吸越多，越吸越多，好，慢慢就会吸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你这个做完了，或者说其他有空的，好，你可以做纸的，或是做那个螺旋状的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在来换一下，哎，好，好看那边好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细胞壁哈，植物的细胞。那你会发现下面有很多有颜色的，好、哦。那刚刚我们助教所抽取的这个是白色菊花，好、哦，是白色菊花。好、哦，那如果说你是，像这个它大概会有颜色，有一点蓝绿色的一个颜色沉在下面，有叶绿素也出来了。好、哦，植物它有叶绿素哦。好，叶绿素，我们为什么会做植物的道理，也是因为它有颜色，所以你会看出颜色。好，看出颜色。好，那回去以后，你其实也可以做像紫色高丽菜是很比较难做的，像那个黄色的菊花，黄色的菊花这个要大朵一点，你回家也是可以做。好，这个也是可以做的。好，这个可以，你回家里都可以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，其实都有不同的细胞哈，这是胞器哈。那所以等一下一定会有这个叶绿体，一定会出来。好，那这是单细胞。好，这是我们在细胞分裂，我刚刚有讲过有没有？我们每一颗细胞就像泡面一样，
当它要细胞分裂的时候，我刚刚讲一颗变两个，两个变四颗，巴拉巴拉巴拉变六十兆颗，那这是一个过程。好，那这个过程它会慢慢的卷，慢慢缩，慢慢卷。好，第一个它会卷成像面条一样，而在面条的时候，它会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复制。那复制完了以后，它就开始会变成什么油条，或油条能扁。然后当然到最后呢，它中不是在中间，它开始会往两边拆，这油条开始啪裂开，好，往两边拆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再变成回来的哦，先变板条，然后板条再变面条，好，然后再变成泡面，知道吗？就泡面的样子，好，所以在你的 DNA 里面，有可能它已经有卷在一起了，上一层，那有可能是散着的，都有，哦，都有哈，好，你看这是羊。洋葱根尖有四分裂过程，因为它根尖，所以它会分裂，所以染色体会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染色体，所以它会形成染色体。这是实际的哦，你看哦，这是实际的哦，好，这是实际的。好，那不同的生物它的染色体的对数都不一样。我们说我们人类是23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果蝇是4对这样而已。这是人类的祖谱。好，我们为什么是有爸爸妈妈？因为 S X 跟 S Y， 好，我们有性染色体。好，性染色体，好，那这是一个染色体的结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 DNA 卷卷卷卷卷出来的，有看到？哦，卷卷卷，好，这巨大染色体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ATCG 那个嘌呤跟嘧啶的结构。好，所谓的 T， 好，胸腺嘧啶 ，C 是胞嘧啶，它的结构就是长得这样子，好，长这样子啊。等一下在你们纸那边可以看得很清楚。A 是腺嘌呤 ，G 是两腺嘌两份嘌呤啊，那这个它的结构是这样子啊 ，ATCG， 好，那的结构是谁发现的？华生跟克里克，刚刚还有另外一个人发现到它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双股螺旋，好，双股螺旋有踏板，我刚刚讲的 A 对 T，C 对 G， 然后也有扶手，然后扶手我刚刚讲有没有那个有。我们不是会把那个什么会把 DNA 把那个 DNA 揪在一起，食盐水里面的那个 NA 症有没有？它就是跟这边做结合，这磷酸根，然后就 DNA 整个揪在一起合起来。好，就是因为有踏板有扶手，那扶手就有磷酸，还有另外一个叫五碳糖。好，五碳糖。那很抱歉，因为今天时间我们主轴都封在这个实际做出来。那个纸的话就要看各位了啊，如果时间够能多做就做啊，没有你至少还有做一瓶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哎那个请把那个 NACO 拿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各组请过来拿洋葱，拿两个。Thank you.